尼奇米娜对玛丽亚凯莉，谁是赢家？选两个当下乐坛天后来当美国偶像的评审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一场前凸后翘的女子对决。玛丽亚和尼奇这两位美国偶像新科评审，在北科罗来纳州试镜时互相杠上。在两人对参赛者评价不同后，情况一发不可收拾。花蝴蝶骂尼奇是街头太妹，尼奇则失控大喊：“把他的头给砍了！”玛丽亚以前是尼奇的粉丝，还邀他一同合唱单曲《离开我的视线》。但在评论家公认尼奇抢了玛丽亚风采后，两人关系急速降温。镜头拍下了他们互撩的画面。凯斯·厄本和兰迪·杰克森则在一旁拼命想要灭火。虽然冲突让节目更有看头，但制作团队为了节目未来忧心不已。这场女人的战争，你觉得谁会赢呢？尼奇还是玛丽亚？留言告诉我们吧。来跟我们一起赶快到脸书